这个指南针送给你，免得以后被我宠得找不着北。讨厌，这个指南针好标志啊！还是你眼睛尖，这个指南针和回旋镖是一对，平时看起来别无二致，但如果在一里之内出现回旋镖的话，它就会自动指向回旋镖。 于赫大侠的回旋镖，哦，这哪里是指南针嘛，分明是指南针。那回旋镖呢？回旋镖在搜寻黑龙帮的途中，不慎丢失了。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以后就把这个指南针随时放在身上，说不准还可以找回回旋镖呢。那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。